已经63岁的成龙大哥，陪伴了我们成长的巨星。在小编我的眼里，他就是我的白马王子。巨大的三寡妇送情郎，那帅气的武打，不要命的冲劲儿，哎呦我去！就这样以身试险，不愧是成家班的领头人，成龙大哥将 "Don't ask why, just do it or die" 的敬业精神贯彻到底。小编我只能说，为了追随我的男神，我来到了盛名依旧的英国。这个身影看着好熟悉呀，可是。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这样憔悴了？你那往日的光辉呢？看你现在看起来太年轻，怎么可以变到65到70岁？我说啊，我要这么老吗？这样的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大哥，就连那种小市民被忽视的伤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。A man who was underestimated by people, a man that nobody took seriously. 为了自己的家人，一忍再忍，直到忍无可忍。Tell me the names of the bombers. 怎么样再重新去锻炼，再去对一些年轻的人？为了复仇，要有聪明的大脑，要懂得做炸弹，还要有良好的体力，要会追踪对手。这些大哥都做到了。我不知道我的肌肉腐烂是这么厉害打的。结果一反常，检查医生说马上要开刀，我第二天就继续在现场拍戏，拿绷带绷着，就很快的一个礼拜我就忘掉，就继续打。医生说你不能打，但是我也忘了，我无所谓，就这样。不管是戏内还是戏外，都这样专业的大哥，这样拼命的大哥，这样不一般的大哥，这部英伦对决一定不能错过。